竹子砍了以后呢，我们要做一个小的时候经常玩的一个玩具，回味一下童年。然后我们还要找一个竹块，这是我们刚刚从山上摘下来的野果，是用来做子弹的。我们先拿两颗下来试一下。哈哈，成功了！刚刚大家听到了一声巨响，是吧？来，我们再来。大家以前有玩过这个吗？我们看试一下能不能把这个纸打穿。大家看到没有？看这里有个洞，这是一张完整的 A4 纸。看这里有个洞。看到了吗？这是刚刚打的，这是原来打的，厉害了吧？不要，大家不要小瞧了这个小玩具，它的威力还是蛮大的。